マスター、あんたもっとラッキー、どれもたまらないしない強いパワー、赤のコーナー、そつらんちは爆弾、そっとラップこするだけだよ。我买的这个一千块的阿拉丁神灯拼图到了啊，来，然后这下面这个是它的那个块，专用的迪士尼专用的这个块，它边上是这个神灯似的，帅吧？下面我要开箱啦，怎么样，帅不帅？这是一千块的，不知道我们要拼多久才能拼出来。下面带的是这个，这是胶，粘的时候用的胶，这个纸片应该是刮胶的时候用的，还有这个是那个万一哪一个不够了或者缺的纸片就可以看看。好开心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拼出来这个成品，但是之后他最后一样都这样，非常期待。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给倒在了这个上面，看到这个之后我现在有点傻眼，我现在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老公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你有什么策略吗？战术找一站边的，从边开始。那是我说的吗？我说的，你有什么，你有什么你自己的战术吗？先站明显的战略。嗯啊，这一块一块开始。啊，那要不咱们先把这所有的都给翻过来。从对，从翻过来是吧？从翻过来开始吧。我的天哪！他给的 monster， 阿卡莫斯拉基，どれもたまらないしない。強いパワー、赤のコーナー。そつらんちは爆弾。そっとラップこするだけだよ。我们现在首先把这些全都翻过来了，太壮观了。我们刚才翻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，就是他的这个蓝色的这个衣服，我们把它都弄到这块儿了，等一下先把它给弄出来。啊不，两个人搞了老半天才搞成这么一小块，都没出个人形，然后这里还搞了一个小角，真的是在这儿。现在我们就只好把它放在饭桌上，不能动它，因为这个它跟我们之前拼的不一样，它不是那种紧紧的，只要一动它就会散开。我们打算这一堆东西就先放在这桌子上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拼完之前，我们就不在这儿吃饭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，老公？太饿了。老公，我们一天不把它拼完，我们这桌子我们就用不了了。真的好难呀！这个是我要拼他们那个，我现在连个脸都没拼出来。这是武警拼的，这是啥？拼的他爸爸。还有这个，哦，还有就这一小块看出来还挺完整的。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这是我费了非常大的劲儿拼出来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把他俩给拼出来了，其他的地方真的就是星星点点的，这个地方可能能稍微能看出来一点，然后这有个边儿，这其他的特别，这才拼出来几分之几呀，这还有这么大一工程，我真的是啊，我打算用一周的时间把它拼出来，不知道能不能实现，先这样，加油。